啊，而且我的逼了一大声吗？逼什么？嗯，没有哎，没有闪红灯。嗯，没有闪红灯。啊，看吧。啊，什么？啊，我完蛋了。干嘛？没记忆卡？那我昨天记忆卡放在哪？在那个啊，我看到在机器上啊。那我今天收机器的时候，我没有意识到啊。哇，所以是最大的那张没了。对啊。哇，他打扫的。你说在机器上是说插在机器上面？上面。我没有印象。所以可能掉地上。啊，马上打电话跟旅馆讲吗？好，先不管这件事。先打电话跟旅馆讲啦。先讲啊，你那个那张不是新买很贵，重点是你的影片在里面啊。哎，抠出来了。哦。对，好，那你怎么会没有做那个开的那个的动作？你不是没有把它放回去？不好意思。嗯。哎，请问一下，那这边后面这个怎么？因为它这已经最前面。怎么办啊？先打电话啦。不急不急，那公司电话给我帮你打。不用。你不要了吗？我觉得那太小了，打扫人冲进去你就别想找到了。因为我就看你放在那个玻璃。不是，我现在要确认的话，有可能会他在我不注意的时候已经卷进我的收的行李里了。关系啊，就你不要了，也不是不要了，就是要回到 ITS 再搞清楚。那也许明天的行程要再岔回去，所以跟他先讲一声，说请他们503打扫的时候看有没有看到一个卡，有的话请帮我们留下来。就他中午吃饭再做，哦，好不好？我是想要尽快，因为我怕人家进去打扫就被吸尘器吸走了，你就别想了。不过。嗯，我有回去，我没有回去那边看，因为我的线槽就拿走了，所以我就没有管那个角落了，不然我都会检查。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我昨天收的时候，然后掉在榻榻米上，应该没有声音。嗯，发哪去了？我觉得还好哎，很大啊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这样一看，不是好像有一种很大哦。是啊，我需要闪开吗？会不会挡住你？不会啊，所以对面是旮旯。所以这是 Ropeway 哦，这就是 Ropeway。什么？白色的车。这里连到那边，哼，是哎。而且它完全没有支架哎。它一条就这样，没有支架，就拉着线。好，走吧。是这里吗？没有啊，我们我也
也没开吧？我有开吗？我有开吗？你开了，我没开哦。嗯，你亮个红灯哎。哦。刚差了没有开，开了。啊！犯下这种错误。你因为你平常扣完你的动作都会马上收回去。我昨天忘了。然后我因为我不是在那旁边充电，所以我有过去，然后我看到在你透明的盒子上。所以在哪？这个到底是不是这个？现在突然间停在半路，上面有人，又动了又动了。你的手势是怎么样的？我把硬碟跟什么跟线全部握在一起，然后放进我的透明塑胶袋。顺序是硬碟压在它上面去弄的，还是它在硬碟在下面？不记得，而且有没有上下反过来也不记得。所以我变成才会变成我问你，我连他那个时候插在里面的卡到底是我的黑卡？我是看到在上面好像有两个颜色，白的跟黑的吗？我的卡面应该是我没有拉外套。對對對，好冷哦、喔、是应该是白色加金色、哦、最新的卡现在在你头上啊？为什么变我头上？因为那一颗被那一个勾破啊，现在勾破我们已经交换的啦。但是你之前是你的会哇哇叫，然后你换了新的卡才好的啊。你说最新？不，你不是买人家速度快？最新的卡有个问题，我到现在还不知道 bug 在哪。你说抽不出来的问题？放进 copy 机里面，过一阵它就自己关机了。然后，所以现在的状况是，你的头上的那张卡应该是最新的卡，然后里面还有之前录昨天的份的。哦，对。好、啊，这样就到了。真的。中间代用的那个听的就是这一台。左边这一台。好，所以它不用开了。啊，这个雪场我们已经看完了。没了吗？看完了。嗯、啊。就这么大。好、啊。对，就这样。好上面左边绿线，上面这一侧是红线。你要说这样要比起来 ，Naspa 有没有更小？还是这个比 Naspa 小？这个比 Naspa 小，只是它拉的高度比较高。它比较高，所以风挺好。我也不是看这个。所以我就说四小时就够啊。嗯。对啊。你说，如果整天的。
的整天线，然后再加了300，前头会碰到。而且你看这个，我好想再要保险。对对对，先加了就上掉。独立的，再往上坐。好冷哦，为什么我超冷啊？我当然要把中层穿起来。等我看一下。好。他说绿线到这，刚好要往外，他说走直。他还说。右边也是蛮窄的，右边是窄是好一点，如果是以前的我们可能会吓死啊，拍个刚好更难看，现在怎么它都被云啊树挡，还有云，哎，我背后是不是拉链都没拉还是什么的，我好冷哦，背后冷，嗯，超冷，没有啊，没东西啊，好，我反正好冷，现在还是会冷，后来被那个那个我们在哪里吃个，我都超惨的，不良业不良业。那是因为那里贵啊。我操！汉堡咖喱汉堡，汉堡，这两个汉堡差在哪？这个好像炸过。跟那个啦，酱不一样。爽。那是 Japanese style， 你比这个想吃，跟那个比较想吃，真的是。还是你要吃披萨跟意大利面？因为这个它还是点炸薯条。好，那下去下去，好不好？好下去下去，被烂吃掉。你会上厕所？都一样。刚刚我注意到了，后来那个路又合在一起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
我想要披萨跟热肠。不知道，自己幻想的。不要吧，你就从这下，你不要跑。就这里下去啊。是啊。你要去哪？啊，这是这条路吗？对的，架子看起来正常了一点。什么正常？这架子看起来正常。这架子有像雪板架，因为它的宽度是设计的像雪板架。哦。有冰淇淋。后面还有冰淇淋，下面是什么？两个不一样哎。什么不一样？还是下面是卖冰淇淋的，它写 gelateria。下面好像没开。哦。一楼。披萨的呀。二楼。嗯，我刚看到外面是有个楼梯的，但是没有啦，他一楼是卖冰淇淋的啦。那、啊、我们是要去二楼还是去一楼？二楼吧。二楼。那怎么走？它不是画直的吗？对啊，进去。是下去吗？可以啊，有楼梯。嗯，可怕。盯着它看。嗨谁？很好笑。很好笑。嗯，好。